看到那个娃娃跟那个陈老师吗？我有分别看到，有在一起。怎么可能？有吗？我小的就有被拍到了。哦，视力这么好。陶晶莹松口私下安慰陈绮贞，愧为如萱绯闻吃这么好。最近有私下安慰一下绮贞老师？哦，当然有，当然有。全明星辩论会14号举办首映会，几乎人人都有球要接。陶晶莹、陶子杰还被问到近期和旧爱撕破脸的陈绮贞。没有啦，是刚好大家吃饭，其实是我们先吃饭，很单纯，我们姐妹们出来聊天啊什么的。因为前面几天我也都发过，你应该也看过，所以不是突然。所以你最近有看到那个娃娃跟那个陈老师吗？我有分别看到，有在一起。怎么可能？有吗？我小的就有被拍到了。哦，视力这么好，一二三，大风吹 ，Go！ 要吹什么？要吹什么？根本是在抓交替吧？他们没有问题要问我们。那我就写信跟他说我们会照相，所以他后来有来留言，就说他就很感谢我们之前就约好了，这样就是欢迎大家一直叫，类似这样，心蛮温暖的。你有很意外他这一次人设翻车吗？Hello， 你怎么看？我跟彩嘉不太熟。这是真的，也是真的。哎，换人了，还等。每个人可能身体反应跟自己思考的角度都不一样，就看个人啦。我是蛮舒服的，我个人是觉得蛮舒服的。朱启林之前在直播圈有听过朱凯翔一些风那个留言。我本身因为没有待过他们电视台，所以比较不了解。但是我之前对他的印象，好像听大家都说他是一个蛮幽默风趣的主管，这样只有这样子而已。我们一定要派出一组你们最难访问的艺人来。我真不相信这组也有问题可以问，我不相信。哎呀，那你现在婚礼？对啊，宝贝姐。哦，几桌还不知道。那几号？几号？9月中。我们都会被炸吗？熟不熟？我们应该不会，我们好像相处时间没有太久。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巴上邓丽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